我们先把这几个箱子搬上去。哎，你知道我们这次是往哪搬啊？具体啊，我也不清楚。那我们快点搬吧。可以。哦，没关系，没关系。走吧。哦，对了，李明培想五块教科书，赶紧拿出来。啊，赶紧。这个也要，哎呀，每个都要啊，怎么办啊？这也太多书了吧，完全带不走啊，凯哥。对呀，这也带不过去啊。哎呀，先这样吧。哎，这完全装不下呀，这个。咱就不能买个大点的箱子吗？同学们，哎，书都装的怎么样了？这太多了，带不走啊。你这怎么都是小说呀？啊，我爱看小说呀，不行吗？又不是去旅行，你带小说有时间看吗？我拿过去看呢。陈哥，我装的都是课本。体育，这全是体育啊，政课呢？哎，你还说人家，你自己带的都是音乐舞蹈，你有没有政课呀？这都是我擅长的。啊，没看出来呀、啊。行了行了，赶紧装书，赶紧装书啊！抓紧点，我都说完了。快了。哎，同学们，你们整理好了吗？你等会儿，你先进来等一下，我们快了。好。来坐，你先坐。好的。我们应该。谁呀、啊？我哥们儿，卢卡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不介绍给我？之前就认识。同学你好，我是孟子义。哦，你好，我是黄旭旭。我今天是过来帮你们搬东西的。哦，那正好，我这个可重了，你帮我搬吧。啊，好的。哎，我这有三个呢，你帮我搬吧。啊，好的。给你。哎呀，这样你帮我的，然后我拿祖儿的。不是，那我这还有一个，要不你也搬了吧。好的。这样我帮你拿箱子，他帮我搬东西，怎么样？这有什么区别？我这还有一个箱子。停！你们俩的我来搬，你搬我的。好，两个大的。愉快的决定了，快！我们搬你的太多了吧？就你啊，没事，我有的是力气。对，来。行，快吧，我们快点，行吧。我自己搬。看什么呢？赶紧收东西啊！千万别落东西，到时候没法做实验。对，别落下。哎，这天平上怎么都是油啊？我做了什么实验呢？这是。昨天我拿它称了称五花肉，忘提了。哎，傻哥，真是。这氯化钠怎么也少了？没有盐吗？放了点氯化钠当盐。这酒精灯里的酒精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兑了点水当酒喝了。这锅要用来做实验吗？我还带不带了？哎呦，这得带，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可不下了啊！哎呀，沙哥，你可少吃点吧，咱们实验室的东西都快被你吃完了。就是啊。我们这
一路上可能没地方补给这些试剂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实验都没法做了。你说这乙酸拿不拿呢？啊，能当醋蘸饺子吃。各位同学请注意，请带好行李，速到码头集合。各位同学请注意，请带好行李，速到码头集合。我们得赶紧走了，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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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请注意，请带好行李，速到码头集合。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走啊！哎呀，啊，等我一下，快快快！快点！嗨！哎姐，你怎么这样？哎呀妈！今天人可真够多的呀！我们带的都是书，你带这个锅是什么意思啊？做饭呢？做香烤香蕉吗？烤香蕉啊，香蕉热量高，饿了之后能填吧填吧肚子，你知道吗？哎，你都不敢相信他是我们同学。我也不敢相信。留了多少级啊？二十多年了。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们。欢迎欢迎欢迎子怡，欢迎谢谢，欢迎那个真宇，欢迎这个祖儿。小红。第一个看着你，最后说的你的名字。哥，我叫什么来着？左儿左，我怎么可能记不住你？各位同学，今天你们都是励志大学的学生。哦。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让大家更安心的学习，决定搬往新校区。大家都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准备撤离。但是，刚刚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这一次撤离行动遇到了困难。你们之中有这次撤离行动的组织者黎明，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他让我们来转达这个消息。原本应该交给黎明的撤离路线图被人拦截了。如果晚上9点前你们没有取回撤离路线图，大家就无法转移到达新校区，黎明行动就会失败。黎明不是歌手吗？四大天王，我是学友。我德华，马德华老师，马德华老师，减肥可成功了。哎呀，再见。据可靠情报说，拦截地图、阻止这次撤离行动的人也在你们当中。哦。他的代号是子夜。什么子夜？你直接把我给爆出来得了呗。子夜，子夜，子夜，你直接把我名字点出来呗。你的哥哥，你的哥哥子夜来了吗？在，来了。脸红了，哎，脸红了，看见没？真的红了，哎，真的红了。我不会撒谎。真的红了。好了，就是我。行了，已经暴露了，游戏结束。同时，子夜还有一个同伴，代号是小黑。小黑，小黑，那名字起得很随意呀。小黑是你吗？小黑，小黑，小黑，来来来，小黑，怎么都是我？小黑肯定是辐射了。不是，这样子搞死我了，真的。搞死我了。小黑。哎呀。叫小黑，卢克斯就抬头了。不是，我本身我的花名是叫小黑。真的假的？真的。我还有黑探头呢，还有黑探头呢。黑探头？什么？黑探头？就是我有好，不是你们叫我小黑，没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反差，我估计。你自己在这。小黑，然后就是小最白的那个。白罗。没可能就。你昨天收到这个身份的时候就想好这段对白了吧？没有这。喂，如果那么明显，那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还有什么话要说的？你现在就是没什么话要说。你就紧张的要开始吃香蕉，十个香蕉压压惊，是不是？吃香蕉，突然为什么突然拿一根香蕉？你就没什么。其实我是贱的。太搞笑了。啊，就阻止的有两个人。对，但是
这两个人并不知道彼此是谁。哦，这俩坏蛋不知道彼此是谁。所以今天各位同学需要帮助黎明找到子夜，取回我们的撤离路线图。那张地图在子夜身上。对，而子夜和小黑的目的就是要淘汰黎明，留住千辛万苦结下的路线图，无法让我们的撤离行动顺利进行。哦，二打八。我觉得吧，这一季里面又是我。我觉得这一季拿身份太多了。又是我。我觉得得是你了。但你长得不像子夜啊。你是长得不像子夜。那子夜和小黑这不就明摆着了吗？一对兄弟。我肯定不是，我觉得沙哥是小黑。我怎么的也是老黑呀。他不能是小黑。我就不会是黎明。此外，我们班里还有一位通讯员。啊？还有？还有啊。作为中间人，他会委托我们传递子夜的线索，但他并不知道所有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那不就绞死棍吗？有这么多的身份，一个都没分到给我。为什么？对啊，四个呢，都没有我们。对啊，四个呢，都没有我们。别演，别演，演别演，别演了。经验还是太少了，少。你怎么不知道我是故意的呢？杨PD，他这个身份是你们怎么告诉我们的呀？怎么告诉我们的呀？哇，我高手来了。高手来了！我天哪，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告诉我们的。你怎么告诉你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告诉我们的。你瞬间抓爆了，你知道吗？你看人家演的比较真诚啊，演的比较真诚。这个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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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戏好。但是，如果通讯员被淘汰了，就不会再有线索传递出来。好难啊！把游戏赢了就好了呗。所以任务完成更好的同学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帮助大家来找到子夜，拿回路线图。接下来我们就要抓住在学校的每寸光阴，在教室里进行一项思维训练。走，上课去。走，我们接受培训，接受再教育。我就是爱学习的一个人。到了，到了，各位到了啊！到了，教学楼。走走走，哇哦！大家不要忘记学习。小黑就是他。怎么做？哎，有名字是不是？有名字哎。大小姐，欢迎坐在少爷身边。你最多四个管家，你有事吗？这儿啊，哎，我们是在这吗？黎明，黎明是在这吧？黎明是在这吗？黎明是老大吗？坤儿呢？以我了解的坤儿呢，他肯定是昨天接到身份以后，今天跟化妆师说帮我设计一个符合这个身份的造型，很贵的这个发片。上次这个 W 的时候是个披风造型，然后古装那天小辫子的造型。超越之星的时候装法过吗？对吧？没有吧？对，就很正常，是吧？一有身份，应该就很重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高脚杯。上次这个打好高级呀、啊！高脚杯安慕希，安慕希就是这么高端呀，又好喝又高端。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家平时上课的教室。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一项思维训练，来锻炼大家的联想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好的，这是我的强项。我肯定赢定了，我告诉你。分析。我们会把同学们分成两个队，两队交替进行猜词游戏。每队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是知道答案的。啊？啊？其中一个人要站到旁边的讲台上，然后另外一个人混在其余的四位同学中。四位同学依次向讲台上这个同学进行提问，然后这个同学只能回答是否或者是不好说。
在一队进行提问开始的时候，另一队同学就要观察他们四个人当中谁是知道答案的那个人，哪一组用更少的提问次数猜出来了，那么这一组就得一分。哦，就是你既要保证很快的让你都猜到，让你的队友都知道那个词是什么，对，但是你又不能暴露。好难啊，今天他今天的剧本多厚，你看他自己都捋不明白了，开始自己非得写那么厚，自己又整不明白，说也说不明白，背也背不下来了。大家冷静一点，听姚总说。任务结束之后，得分更高的那一组同学可以得到关于子夜和通讯员的线索，失败的队伍只能得到子夜的线索。我采访一下子夜，我先问你的哥哥在哪儿？啊，子夜在那儿。你把人家名字搞错。哇，你好尴尬哦。好尴尬哦。你好尴尬哦。哎，别说话了，真的。你成功演绎了老眼昏花这个词。赢定了，赢定了。猜字游戏第一轮，请蓝队派出一位队员到讲台区就位。我来。请裁判为我们的蓝队分发考试试卷。黄队的朋友就要来找他们四个人当中谁是知道答案的那一个人。看看每个人要开始自己表演了啊，你看。这道题目的范围是一种动物。啥都掉了，吓得这么惊悚吗？请蓝队作答。国内动物园有吗？有。我国地大物博，啥没有？有啊。在咱们那个节目当中，谁猜到我？这节目当中出现过吗？啊，是那个地上爬的吗？是。沙哥可以啊，沙哥，他在地上的，是哺乳动物吗？不是。回答。蜥蜴。不是。老沙。海龟。龟。不是。是那个蛇。不是。蜥蜴不是，蛇不是，还是地上爬的，不是蛇。是蚂蚁吗？不是。Little Black， 它有外壳保护住吗？没有。知道了。蚯蚓。Yes。我90%都在一边，那就是智慧，实力就这么强。就是沙哥吧。关键就是在我这儿。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爆出来？实力就是这么强。这是怎么引到的蚯蚓呢？他从头到尾，他都知道答案。其实从第一轮我就怀疑老沙了，已经。但我觉得卢卡斯那句话特别神奇。老沙。确定吗？确定。统一一个答案啊。就老沙吧。请沙哥打开你的试卷。我黎明是白混的，就是卢卡斯，卢卡斯也是空。是我啦，是子毅。猜到这节目当中出现过吗？是那个地上爬的吗？不是。沙哥可以啊，沙哥。蜥蜴不是，蛇不是，还是地上爬的，不是蛇。知道了。
怎么猜得到呢？不可能猜得到蚯蚓，因为我说蛇了呀。他说蛇开始爬，他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他应该知道了。你这样让我在家族的这个地位很难。还有这种想法？下一把这两个人我们都不听了，听你的，听你的，到你了。接下来王队，请派出一位成员到讲台。谁去？你去吧，头脑清醒一点，凯哥。我每一题都不好说。哎呦，现在这个卷我都不想拿了，太难了。我们这道题目范围是生活用品，张江开始吧。是液体类的吗？是的。哦，跟皮肤有接触吗？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是可以食用的吗？怎么我们词有点，我们问的。哦，是吧，是吧。生活用品能吃，工业酒精。你说的是二锅头吧？是油吗？啊，是油吗？油？不是。是喷的吗？不是，那就是吃的。吃的。别装了，都看得出来了。是不是卫生间里面用？卫生间？因为这题那么难答吗？你要不下来。不好说。是花露水吗？不是，爽肤水。你刚信息准确吗？我觉得凯哥也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你是我们队的吗？不好说。不好说。他们在装。来，江江到你了。是药吗？不是。牙膏是不是可以吃？牙膏肯定可以吃啊。是牙膏吗？液体。哦，没有了，下一个左。对呀，你看啊，漱口水算不算？哦，是个漱口水吗？啊，漱口水，漱口水。这个不就是在卫生间里的吗？漱口水可以不在卫生间里啊，随身也可以带啊。啊，思维简单一点，简单点。我怀疑雨琦。嗯，是我，反正不是坤儿就是祖儿。对，我觉得是祖儿，但祖儿不会那么。我的演技就是这样。是吗？大小姐的心揣测过来的。哦。我觉得是坤儿，他特意设计想让祖儿说出答案。那我们就选坤儿吧。确定吗？确定。选坤儿。不是我。对啊，肯定不是他。雨琦是祖儿吧？我是祖儿。大小姐。哎。雨琦，我猜的绝对准。雨琦，哦，雨琦，我解释了半天，我没法，太明显，我已经说了个卫生间了。哎，看见没？这是分析能力，可以，老大，可以，以后听你的了，听你的。干嘛说牙膏啊？是不是我的牙膏引出他的漱口水了？啊！你们太晚了，他往回答了。小黑别说话，小黑别说话，小黑好看。你说 black， 不可以说。蓝队用更少的提问次数猜出来了，恭喜蓝队获得一分。我上吧，我上，好，你上吧。这上面这个地儿真的挺难受的，是不是？注意观察，注意观察。这道题目范围是一种食物。食物。是液体的吗？是液体，食物液体。我先直接猜答案吧，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已经猜出来了。是啥？这什么招？是啥？你说。安慕希酸奶。不是，是自己定了，不是吧？刚才说。我这想拿嘛。好，三好学生。可以。是对的。摇晃的红酒杯，这不用，太简单，而且我知道答案。给刘先放，咱先放。就这个队不完全碾压他们吗？怎么猜到的？我都录了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知道三不吸吗？但是我是知道答案的人，谢谢真的谢谢看到答案。不是，我们还没猜呢。等一下，他刚才说他看到答案是在表演吗？他说他看到答案了，他是忘记了我们还没有猜这件事儿是吗？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意思？他刚说了。可是如果他是啊，他这样自爆，我们把同事他们就做废了。如果我们猜出来了，他们就白答。对呀、啊，所以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就如果我们不投他输了的话，很愚蠢，你知道吗？那就他。不，我觉得 baby。哎。没人理我。不是，他刚才自己已经说漏嘴了，他觉得他们已经得分了，他忘了我们还要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他傻吗？他傻呀。不是。李晨。晨哥是吧？晨。黄队的答案是李晨，请打开你的试卷。不会真是你吧？真是你吧？啊？真的假的？真是啊。我觉得不是他，真的不是他吗？你看 baby， 你看我们这是 baby 啊！气死我了，好生气啊！在这个时候要喝一口安慕希，谢谢安慕希，因为浓浓的超好喝，浓浓的五克蛋白超好喝。接下来轮到黄队，给你们派出一位成员。我这不想演了，太难了。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贴，请加油了。直接猜。这道题目范围是一种食物。食物。是液体吗？否。嗯。要是你，你就赶紧告诉大家，两题点灯也能追上我们。不是，你们都可以回答现在。对啊。你们谁猜一下？这个没办法，那我瞎猜吧。是固体哈。是主食吗？是。哦。它可疑了。是主食。是馒头吗？否。不是馒头，那是披萨。那不就米饭吗？米饭啊。是米饭吗？不好说。炒饭，稀饭。炒饭。等一下，你们一个一个答，真的，你们一个一个来。哎，珍惜机会。固体啊，是固体。思考一下。不是米饭是吧？不好说。不好说啊，不好。不好说。不好说，那就是泡饭。好痛。泡饭。不是液体。我知道啥。泡饭。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知道。是饭团吗？不好说。是。不是。是。是。不好说，不是。不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名字不是。我来，哎，我来回答。他是白叶，他是黑叶还是啥的？他说的算。紫叶。他紫叶。是饭团，不是，那个绝对不是饭团。是饭团，不是，它的名字不是。你们还猜不出来呀、啊？属于饭团类是吗？那个有名字。他都要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寿司。不对。不是。等一下。糯米鸡。不对。三角饭团。三角饭团是什么？不是，等一下，这紫菜包饭。紫菜包饭不是三角饭团是什么？米饭。不对。哎，等一下。中国的。啊，粽子。是不是粽子？不是，你别问我，你要问他。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走。那我走。那我走。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冷静一点。是不是粽子？是吧？是不是粽子？你让他说。你在说什么？都成我们猜了，着急呀、啊！粽子。是粽子。粽子。
必须得有准确的名字。黄队用六次猜出了这道题。这都100多次了，这都。请蓝队来猜，这四个人当中谁知道答案？雨琦。雨琦呀、啊。不重要了。不是。随便猜一个，雨琦。雨琦，确定了？不是我。红麻呀，是不是江江？是不是江江？祖儿。你们没人怀疑我一下吗？不是江江，那叫祖儿。江江。郑恺。江江。嗯，是你啊？真的？哦 ，no！ 是他，他不说呀，他啥也不说。米饭就是我说的呀。啊！这个要不给你们提示，你们玩一辈子。玩一辈子。这一轮还是蓝队用更少的字数猜出来了，恭喜获得1分，恭喜。那我们输了。那我们蓝队的5位同学可以获得一条关于子夜的信息，以及一条关于通讯员的信息。虽然黄队输了，但黄队可以获得的是一条关于子夜的信息，请来领取。这一条子夜的线索，两队拿到的是一样的啊，但通讯员的线索只有蓝队的5位成员知道。分享一下吗？给大家拍一下。来推一个特写。我觉得符合在座的每一位。对。真的吗？我们不这么觉得。你们不这么觉得？他很聪明，相貌出众，那可以排出去了。不算点身高，给的信息很大众。没有没有，确实有两个人可能被排除在外。你确定是两个人排除在外吗？有可能三个吧。有可能三个。那有可能是三个人，行不行？这么有趣吗？好想看一下。不告诉你们，不告诉你们。子夜的线索，生肖属相跑得很快。咱们各自报一下自己的生肖吧。对，报一下生肖，从沙哥开始，不能谎报啊。我报真实年龄啊。我86年属猪的。啥？不可能。86年不属猪，这么不想让大家知道你的属相啊？你属马对不对？啊，属马的。属马的，跑得很快。我属猪，我属蛇，我属马。属马。嗯。我属虎。你属猪呀？我属虎。你为什么属虎啊？你不是99年吗？什么叫问人为什么属虎？99年1月25号生日，那这样子的话是属虎，我是虎尾。他想属什么就属什么，我还要解释。我自己属虎，你为什么属虎啊？好，但我不相信他是子夜，我不信。你们快报一下生肖吧。你们报一下啊！我是2020年出生的。什么玩意儿？太冷了，太冷了。他肯定属的人快的。老虎，老虎，你属虎啊？虎。虎？怎么这么多虎啊？大一轮啊！大一轮，你们真的挺虎的，你们。87的你，86，87的你，86。我86年的。他拉着我说你86年的。等一下，你98呢？他对着我说你86年。等一下，我是年一跟你跟86年的。我说你跟凯都是同一年的。你跟我数的是一样的。你俩属什么？我啊，就是他。咱俩是一个属相。我98的呀。86吧。对，你98，我86，行吧。行。我属兔。那兔子跑得也快啊。兔子不快。兔子算快了，算快，肯定快。江江。我属鼠的。老鼠也跑很快。鼠老鼠。可是蛇钻的也快吗？它是跑得很快啊。猪跑的其实也不赖。猪也很快。猪也很快。我觉得猪和蛇可能可以排除了。兔子也可以排除，兔子跑得很快，但是跟马跟你们比很慢。他只说他快，没有说比较。猎豹在追兔子的时候不一定能追上兔子，是吗？真的。所以你们这个线索给的是正常人逻辑的线索，不是我们这种杠的。你已经不错了，以前给的就是那种他是个人。觉得首先第一
今天我看到的陈哥，他一定是有身份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今天观察到的，他很活跃。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嫌疑。那你也有嫌疑？那你没有嫌疑了吗？就？但你今天的这个特殊的造型，一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基本操作，基本操作。不是，你很重视。哎呦！你看，说中了，说中了。哎，我觉得凯哥不像个好人。就他有身份。因为一个是因为他属虎，另外一个你没觉得他今天玩游戏其实就没想让我们赢吗？哦，你从这个逻辑上分析，那你从我那边逻辑上分析，我多想让大家赢啊，我能是坏人吗？你可能就是玩开心了吧。那请问你是那个什么黎明吗？我是平民身份，你为什么跟我套黎明的身份？你为什么要跟我套黎明的身份？就是我真的想知道我要跟着谁走啊，我一看就没有身份。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雨琦，因为他属兔子，就是在十二生肖里，大家都对兔子的印象是跑得快，而且因为第一轮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抢说有自己有身份，但是雨琦是没有说话的，所以我觉得雨琦是子夜，小黑是 Lucas， 但是这个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小黑的信息。我跟你说，这个车里现在都可精彩了，没准这会儿子夜和小黑就相认了。学军中学创建于1956年，是浙江首批一级重点中学，被誉为是一流大学的人才摇篮。接下来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堂特别的体育课。哇，这是要干嘛？这么大的阵仗，干嘛的？小黑别跑，小黑现在就开始。好。你看都睡醒了，你看这帮人睡醒了，精神焕发，代表了青春和活力。Yes， 终于到了体力运动了啊！这又发射怎么的？要不要被抽打呀？要被砸吗？这项任务叫做当机立断，男生和女生通过抽签的方式搭档分成五组。公布游戏开始之后，四个角落会发出一颗球，只有当球发出来之后，才能松手出来抢球。出来的同学如果没有抢到球的话，就被淘汰了。那我问一下，比如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说我认为是好人的人在场上，是不是我就可以不跟他抢？啥意思啊？这么复杂，这么全？没有这一切，没有好人坏人，你就赢了就好了嘛。他怎么老想？你想多了，子夜。你想多了，子夜，不要压力那么大，没事，放松玩游戏好不好？这项任务是需要大家判断合理的时机，盲目的出发很有可能让自己淘汰，得分更高的前三组可以获得线索。假在哪儿？你看你看，咱们俩还在中间，有没有？没办法啦，想输都很难啊。别这样别这样，今天不太适合这样，中间不一定好啊。贴边的好拿，那你去贴边吧，你去好拿的地儿。我们中间其实吃亏，这边俩这边俩他都往这儿都斜的。哎呀，江江你要加油了。当机立断，第一局请准备。 Round 1 3开始。第一局请准备。 Round 1 3 2 1游戏开始。这音效做的哟。这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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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啊！
好残忍。哇，这个好紧张啊。漂亮，漂亮，凯哥！点播，那么快啊！发生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这么快被淘汰过。开心吗，二位？很尴尬。有意思吗？有意思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办法，这淘汰的挺快的呀！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组已经团灭了，我们也团灭了，我们也团灭了。啊，不是，我现在就是要抓住生命最后的稻草，死死不敢放手。加油加油！过过过过！啊！啥玩意儿啊？这怎么又来一个？游戏开始。啊！啊！哪一个？别闹，咱好好玩一把。真的真的。这个真的算，因为是你自己撞到球撞开了。这是你没接住，那个没打着你，没打着。晨哥淘汰。啊！淘汰了，剩你自己了。不是那边出来球就不要。嗯。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局的最后一颗球，场上还剩三组。你继续。请准备。最后一颗了，咱们得抢。哎呦我去，把我吓一跳。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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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喝呀喝！哎呀呀，喝呀喝！呀呀喝呀喝，呀呀喝呀喝，快抢，快 ，baby，baby， 等一下，哎呀我去，快抢，快 ，baby， 小心小心，好，哥，送你一个，送你一个，送你一个，哥你干嘛呢？左，你的外号有了，大露手。我看着我是抓到的，我没抓住吗？抓住了，跑一个。抓住了，跑掉了。你是没有抓，你是这样。你是拥抱他。长这么老大，从头跑到尾，最后这大路手。好强啊！哎，我觉得太快了，再来一遍嘛。关键他会弹，你知道吗？他不一定第一下你就能接得住。接下来第二局，请大家就位。我要换鞋。啊，咱们晚点上。咱晚点上。咱早上早多留一会儿。哇，这回还是先把他们男生送走，要不然我们没法玩。对，我就直接拦住凯哥，我什么都不干。不是，你跟我一起出去就好了，你直接抱住凯哥。我问个问你，要出去哇？哎，如果我们俩同时出去了，那一个人接住了算我们的吗？谁接住球了，谁另一个人也淘汰。那剩下一个人还是淘汰是吧？所以别同组一起出去。第二局，请准备。3、2、1，战胜李长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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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打到我胳膊上了，哇，好厉害呀、啊！耶、，MVP， 还是坤认真了，大家都躲远一点，激起了胜负欲了已经。哇，你都输了你，哇，你都输了你，你输了，我打回去了。你终于输了，淘汰，淘汰一个，这也得淘汰啊。自己队的，他俩一队的。哎，接球可不分组啊，接球不分组啊，这头得淘汰一个。哎，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你看，就真的会这样啊，真的会这样。恭喜 Lucas 和宋雨琦组得一分，宋雨琦 out。怎么觉得心有点痛呢？我去！哎呦呦，快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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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哇、啊！他太快了吧！耶！我这个棋，我这个棋不要也罢，现在。我们得得一分，这稳住，咱稳住，那棋都打成步了。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你个朋友。咋啥时候跑出去的？你怎么不看住人家呢？你看住自己家的孩儿？那个离咱太远了，你先那边来的呀。手凑不住了，我要跑了。刚才开始之前，江江跟沙溢哥说一句说，咱得得一分吧。自己实在没忍住出去了。你说你都把我们江江逼出来，你就出来一下呗，你快点。战术性错误，战术性错误。没事，反正我们最得分了，没事。沙哥，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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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子夜，你就拼了，子夜啊！为了让大家知道还是容易，是我是我是子夜都拼了，让他们自己厮杀吧。这样他们这几个哥哥把彼此都打出去。第三局的比赛，你准备 ？1 2 1，游戏开始。都糊不了了。怎么？怎么？没有录下来吗？没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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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倒，没毛病。我告诉你，那个反应，我这个很快的反应。啊，相当快，这波可以，哥表现得不错。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到底是哪一台机器会向大家发射球啊？请。怎么的，还有第五台啊？咋的，还有第五台啊？怎么着？后面还有啊？哪里有？非常棒，吓死我了！还能有两颗球，开始往外放两个球，两个球。我觉得还会有四个的，信不信？
等一下，左儿，先小心，他们都要上。哎呀！啊，我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哎呀，我要！真的不能犹豫。凯哥绝对在家是练过这个游戏，玩得这么溜啊！知道吗？我们戏里就有这个桥段。抢抢抢！抢抢抢！给我们一分儿，咋这？给我们一分吧。你还有机会，没事。凯哥加油，还是你啊！怎么也得上。好耶！你还有啊？我还有。哎，很厉害嘛！你怎么又出来了？走！你来了！你看好他！小江又被我给忽悠去了。他说你抢抢抢，最后三个了。他把人家放在自己不抢。接下来是我们这局的最后一颗球，拼一拼的，没办法了，来吧来吧，我能赢吗？能上就行，加油。最后一个球被孟子怡抢到，可以吗？好，因为前两组成员的得分是打平的，所以除了沙哥组之外，其余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关于子夜和通讯员的信息。子夜还说是我拍个啥呀？我拍他拍过古装剧啊，那跟我没关系。不是你不能说，老沙不知道。分享一下来。哎，分享一下，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夜。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我不是子夜。不需要。你没拍过，没有戏，没拍过。没有，你拍过吗？没有。哎，古装剧我拍过呀。谁没拍过？他们，他就跟没演过戏，王雪熙没演过戏。雨琦没拍过古装剧。只有郑恺了，老沙了，跑得快，他是马。他拍过古装戏，通讯员的信息，微信头像不是本人照片啊，大家都不是本人，我也是一片海，我也是，你的头像也不是你的，不是本人。谁是本人？我是本人。哦，他是本人。这个线索一会儿要查一下。对啊，我有些人我没有。等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确认。这个一会儿要翻一翻。他们不知道。姐姐，你拍过古装吗？拍过呀。子夜拍过古装戏是吧？肯定拍戏。你们自己想一想。我觉得老沙已经比较明显了。
这儿，子夜在这儿。血口喷人，就是你，我告诉你，就是你。不是，子夜是他。你要不要当着我的面指认我？我知道你是谁啊。不是，我猜到。你确定吗？确定。小黑跑挺快啊，小黑。小黑想要脱离这个。你看小黑跟子夜跑那么快干嘛？哇，这个学校这么好看、啊。冲啊！我很紧张啊。有我在，有我在。哎，不说好跑两步吗？为什么？跑着呢，在跑。各位同学，大家好，能否顺利的找到子夜，拿到撤离路线图，就看大家的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大家要在场地中寻找线索并进行分析，来锁定自己的目标。黎明和学生要淘汰子夜，夺回撤离路线图，这样我们才能安全的撤离。而子夜和小黑要淘汰黎明，来阻止这一次撤离行动。子夜，你的主要目的是淘汰黎明。先死你、啊、别说话。没事，祖儿，你今天晚上这样就是无敌的。如果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学生错失了学生，那么两个人一起淘汰。不能瞎撕，真不能瞎撕。这如果淘汰了通讯员，那么场地里就不会再给大家提供新的线索了。除此之外，学校当中有能分辨大家身份的邮局，找到撤离申请书，可以写上自己和其他两位同学的名字，在邮局里验证身份。哦，好的，就是先找那个书，然后再去邮局。对，反正我听懂了，就是撕。黎明和学生要努力找出子夜。我不是，我不是。而子夜和小黑要淘汰黎明。黎明，黎明 ，What？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这是麦吉丽生物纸石墨烯面膜。我知道啊，给你贴上。好，我来贴给你看啊。这个面膜上脸的话，真的是巨服帖透气，而且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带走毛孔中的彩妆残留，让精华更好的吃进去。敷一片抵几片，用完一直水嫩嫩哦。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天天都在用，非常非常的补水。这样看你这么久眼光啊，哥就像这个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一样，今天啊一直保护你，好不好？好呀好呀。好的，哥你也贴上来。水嫩嫩哦。同学们上课了啊！今天我拿到三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生肖，生肖跑得快。我属马的。我属猪。我属蛇。我属马虎。老虎。虎。兔。我属鼠的。生肖跑得快，孟子义是属猪，肯定跑得不快。子义也被排除掉，因为子义是属猪的。然后 baby 属蛇。蛇怎么可能是跑得很快的属相呢？排除掉的两个人是孟子义，因为他属猪，还有 baby， 啊属蛇。第二个线索是拍过古装戏。坤儿没有拍过古装。Lucas 也没拍过戏。雨琦还有坤还有那个 Lucas， 他们都没有拍过古装戏。他们三个是肯定排除在外了。然后跑得快，属虎的，又拍过古装的，那只有凯哥了。八九不离十，应该是凯哥，或是陈哥。我跟哥一直说自己是好人，他可能是在保护真正的老大，就可能像老肖、凯这种默不作声的。我看看啊，
还除了一二三四五，还剩下就是李晨、老沙、我、江江、宋祖儿是拍过古装的，对，祖儿，其中一个是子夜。先找卢克斯，我觉得他是我唯一相信的人，今天最相信的一个人。我跟你说，这种游戏玩多了，你会怀疑每一个人的，真的。我觉得一定要远离沙溢哥还有凯哥，因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一股很危险的气息。别乱撕啊！别乱撕！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刘远亮，听我说，我是个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推出来，子夜是老沙和李晨中间一个。我也推过这个。我把你也给推进去了。对，我在里边，我在里边，因为符合那个条件。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所以我推出来是李春和老沙其中一个。还有两个是女生，左儿和那个江江。江江老鼠。老鼠跑得很快啊，那是他是在符合条件里边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把大 boss 给新来的没有经验的嘉宾，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这样推论出来，我觉得李春和老沙的嫌疑是最大的。不是我，绝对不是我。你演过古装呀？可是，你属什么来着？你属马是不是？我属马。马也挺快啊。我先找一找。卢卡斯，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走了一圈。哎，你相信我吗？对呀，我相信你，我才站在这儿。你是今天晚上我唯一最相信的、排名第一的人。对呀。就是你也不，你肯定是学生。你还不是学生？不是，我是学生。哦，不真的。不是，你们现在你们的眼神我都已经读不懂了，我告诉你们。不相信你，你太明显了。如果你是坏人，那我怎么办？我好怕你突然间说我是职业啊！我这死了。不是，没事，先玩走一玩，然后再咱们再真的。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啊。其实我就是小黑。这个学校还挺大的，你看这有书。这怎么？啊，这是我们的书啊！我是你的伙伴子夜，感谢你愿意和我一起阻止这次撤离行动。咱们的接头暗号，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等我们相见之后，就可以一起行动了，子夜。那暗号是啥？我读完了，我都不知道暗号是什么。接头暗号就是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你是今天晚上我唯一最相信的、排名第一的人。对啊，就是你也不，你肯定是学生。你还不是学生。你是通信员？不是，我是水山。我真的。我要先去找一找子夜。我这个怎么问呢？我没可能突然间跟他说，哎，你知道吗？今天，你知道吗？天亮之前呢，有一个时候非常暗。我没可能这样子。哎，各位观众，我要告诉你，就是杭州呢，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所以呢，它这个就是天亮之前呢，金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所以呢，大家
其实衡中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知道，我就一直这样讲，然后他们以为我就在说话。其实呢，各位观众，我要告诉你，其实衡州呢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所以呢，他们的灯光呢就是非常的亮啊，所以呢，天黑的时候呢都不可以看到这个星星啊，也不可以就是没有这个月亮。各位观众，我要介绍一下啊，就是衡州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的灯啊非常亮，你知道吗？他们的灯非常亮，所以呢，天亮之前呢是看不了这个星星还有月亮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啊，这个城市因为太亮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人是不是不在我们游戏里面？不是，他说的在说什么？他是不是你是有植入吗？我已经放弃了，我不知道在干嘛。你放弃，你保护我们俩。那我们自己走，接吗？我们，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小黑？不是我，要不然我还在这儿。高高，你不是小黑。真的。好的，那我相信你是，我现在暂时相信你是好人，你不要辜负我，我这个人记仇的。哥哥，姐姐们，这一次是游戏而已。谅解谅解。那你们干嘛呢？你们现在干嘛？你找东西啊？找东西？对，找东西呀。谁的信息？他的普通话标准，普通话不标准的只有卢卡斯呀。他的普通话标准是只有卢卡斯不是？不是。我们这眼睛就是看不见是吧？啥都看不见。哦，傻吗？我干什么？匿名的信息，等会儿。什么什么什么？先生，他在《奔跑吧》里面唱过歌，黎明唱过歌，都唱过吧？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你们自己的人？有可能是跑完里面的人。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就成了黑的，你一歪曲事实，你给了这么多信息是什么意思？指鹿为马，指着鹿鼠混淆是非。指鹿为马，那难道说给我们的信息是混淆是非的信息吗？江江，沙溢哥，找着什么没有啊？找到一个他们知道的信息，微信头像不是他本人。我是好人，你跟我坐了一天的车。我相信你是好人，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发誓，我不会撕你，真的不会撕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往那边看看吧。你跟我一块走呗，都躲着我还。指鹿为马。指着鹿说是马。哎，那个线索的信息不会是反的吧？属马的吗？哥哥，你是属马的吗？我是属马，但不是马。人家说了吗？我们先往那边走吧。我总觉得沙溢哥还是很危险。你看这是什么天？是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风沙的沙尘暴的天气？你还往自己往黎明上靠啊？你快走吧！快走吧！你快走吧，让我自己考虑考虑。我真是黎明。你走吧，你我还刘德华呢，真的是。你找到了？没有啊。但我觉得我找到小黑了。小黑是谁？小江。江江。嗯。啊。那你觉得子夜是谁？老沙。各位同学请注意，学生沙溢二。What？ 学生沙溢二。我最大的怀疑就是啊。对啊。学生沙溢二。啥时候啊？啥时候的事？子夜是谁？老沙。各位同学请注意，学生沙溢二。
What？ 学生三一二。我最大的怀疑就是，对啊。学生三一二。啥时候啊？啥时候呀？你背后怎么拦了你的名牌？那可能在哪儿碰的吧，我不知道，我看不见。哎，你不要再拦了。你 out 了？啊。我后面有吗？你没有。我没有吗？你是被 out 了吗？现在改不撕了。哇塞，那就是说子夜觉得你是黎明。 OK， 我懂了，子夜动手了，快找快找，来不及了。哎，过来过来过来，我刚跟沙溢聊了会儿天，他的名牌变成了蓝色，然后在那之前他只跟蔡徐坤在一个房间里待着。他名牌变成了蓝色，谁 out 了？老沙 out 了。啥情况？他为什么 out？ 把你的东西交出来吧。我没有东西。已经藏不住了。啥呀？干嘛呀？你藏了什么东西呢？你的裤兜，反过来裤兜。我真没拍他。啊？他又碰见谁了？他变 ，baby， 不会是你吧？肯定不是我，是我，我也不会告诉他。等会儿，哎，我跟你说，我被他骗过很多次的。你是不是？坤儿，你真别装，我身上连个兜都没有。你可以放在哪里？吓人呀。那你也可以放在哪里啊？我真的是个学生，我真的这一集真没身份了。我要再有身份，太多针，我不会撕的，而且我不撕女生，你知道的。你不用撕啊，现在不是撕啊，名牌变蓝啊。哦，对，是拍对吗？我不知道是怎么着。那我们还是为了安全，还是分开走吧。好，那我们分散一下，反正大家注意坤儿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危险性人物呢？哎，我就是一个学生，虽然我在这个学校已经读了30多年了。可我还是个学生。啥意思啊？就有人找不到了。对对对，就必须得验人了，现在。可以叫两个人去验证身份。对，那我们应该都去邮局门口候着。子夜动手了，快找快找，来不及了。我找到了这个，验吧。验谁嘛？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人去，但是我们可以验两个人。不行，一个人去验两个人太危险了，或者我们两个人就验一个人，就一个个牌。明白明白，我明白。验吧，好。喂，我雨欣。主儿呢？昨一会儿就来。啊？你们谁拿到了？他找到的东西。你们要选谁进去吗？我告诉你，一定要选蔡徐坤。扎一跟坤儿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过来，他一转身，我说：“哇哥，你怎么名牌变蓝了？”小水枪。小水枪。小水枪。哦。所以一定要查一下坤儿的身份。这太明显了。起码他不是子夜，他也是小黑啊。是，我也觉得他是小黑。要不他怎么不敢过来？在哪？哎，坤来了，坤来，坤来，哎，坤来呀！坤来了，坤来，坤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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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什么？卢卡斯跑什么？口袋里有什么呀？我可以给你看。你可以带两个人进去，坤儿肯定要带，然后另外你再选一个人带。你看一下你的信息好不好？我没拍过古装片的我。那你是小黑吗？我为什么一定是小黑？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小黑，为什么是我？不是因为刚才沙溢哥被淘汰之前，我跟他待了超过10分钟，就算那个就凭这个就认定是我？那万一有人陷害我呢？
你是怀疑对象？我也怀疑你啊。我有看过这个啦。不会不会，今天不会马上动手，今天大家都在找消息。你那么把着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有身份，你怕别人撕吗？我怕被你们这些有身份的人撕我。有个问题特别简单，如果现在最保险的就是我们仨一块儿见，我们起码先确定自己人有哪些。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确定你俩，如果验完了，我也不知道你俩谁是。OK， 我跟你聊一下啊。是有人已经被叫去验证了吗？我最后再问一次，姐，我可以相信你？可以相信我，认真的。你是平民，我是学生。你是学生，但是我真的觉得 baby 姐有问题。是刚才我说我们三个去见，她突然说怀疑我，不知道我们俩是不是？这很奇怪。不说了，测吧，好不好？好。我觉得我们先把自己的人确定好，如果他是，咱们仨就一起走。我跟你讲，如果这三个测出来有一个坏，那先死 baby。我来了，先来验吧，你们仨先验一下。哇，人性考验的时间。如果回复为批准，则子夜小黑不在其中；如果回复为否决，则子夜小黑就在你们之中。是什么呀？批准，批准。我们仨都是好的。Nice， 漂亮，漂亮，漂亮。我们先把信息给你核一下。既然我们仨是好人，我们之间有没有黎明？你是不是黎明？我是黎明。我不是黎明。你也不是通报员。我不是。我也不是。那我们仨都是平民。我们都是平民。等一下，你看通话标准说明，就说明这个只能说卢卡斯不是子夜。对，卢卡斯不是子夜。在奔跑里边唱过歌。都唱过，我刚刚已经查过了，都唱过。但我们三个没唱。我们三个没唱过。对，嘉宾没有唱过，所以是我们里面的黎明肯定是我们的人。对，坤儿肯定暴露是坏人了。坤儿那就是小黑。那我觉得先死坤儿，他一定是坏人。但是如果我们去死坤儿，让晨儿去死。对，让晨儿去。如果他是好人的话。对啊。现在如果要是咱们就怀疑哪两个人，就让哪两个人去死。行，让晨儿撕坤儿吧。对。我们三个现在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我们三个不会再分开了。你们三个是被验证过出来以后都是好人，都是好人，三个都是好人。现在，所以你是什么？你要是好人，现在就对。你要是好人，你必须得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仨验出来什么结果？他们仨验出来都是好人。有嫌疑的就是我和李晨，对吧？啊，还有江江也是。对，坤儿是一定的，坤儿跟刚才的慌成那个样子就是必须的。那就这样，你们先撕掉蔡徐坤的名牌。我一直在找他，你那走吧，那我们去找啊。走，那我们在这，我们三个找东西，我们仨找东西。你们也太多人找东西。Please。哎，坤儿。谁啊？谁啊？你撕我撕啊？你撕。你们想清楚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可信。谁在跑？蔡徐坤在跑。哎，我是好人啊，不要追我啊！加油啊！喂，你们在干什么？小姐们，我真的是好人吗？
陈哥，我真的是好人，你跟他们讲，我真的是好人，你可以撕我，我们一起淘汰，你撕我来，你撕我来，我让郑凯撕你，我让郑凯撕你。等一下，我们好好说，你为什么要撕我？我让郑凯撕你，我真的是好人啊，我让郑凯撕你。等会儿，等会儿，这危险，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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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撕我？信息不对，我信息不对啊，为什么要撕我呢？动手了，动手了，动手了，动手了。晨哥不上啊？晨为什么不撕坤？你等会儿，别在这撕，我们去那边。不是，我怕是让你这里危险。我没有，我给你看嘛，好不好？晨，你为什么不下手？你为什么不下手？你为什么不下手？晨现在可以完全撕掉坤啊，他为什么不撕坤？你为什么不下手？我是最应该被保护的那个人。但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水枪啊，大大哥们，我没有水枪啊。大哥追呢，追呢，晨哥追呢，躲他，躲。郑凯，我帮你。为什么不下手嘞？如果一旦猜错，我是最应该被保护的那个人，你记住。不会错了。哎，啊，完蛋了！我觉得现在很难取得 baby 和李晨他们的信任。我现在出现真的对我太不利。还有一位通讯员，他作为中间人负责传递线索，如果通讯员被淘汰了，我们就不会再有线索传递出来。我真没拍他，我没拍过古装片的，我真的是好人。我信息不对啊，为什么要撕我呢？有人陷害我呢？我真的是好人吗？我刚刚在慌乱之中还观察到一个细节，陈哥不敢撕我，我是最应该被保护的那个人，所以陈哥肯定是黎明。我觉得现在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郑凯，你来，我跟你说了一个新的战术，如果你怀疑采菊坤，他是小黑，那么江江、子毅两个人当中必有一个是子夜，对吗？子毅属猪的，那就撕江江喽。如果你确定的话，没有别人了。那走吧，那咱俩就撕坤，要么就撕江江，二选一。可以，来了。你看见江江了吗？没有，我在找他。那江江去哪儿了？躲起来了呗。各位成员请注意，各位成员请注意，学生江中宇二，学生江中宇二，服不服？每一个怀疑对象，这谁把他给撕了呀？就是滋水枪了呗。真不是我，看看他是谁？绝对不是他，发誓不是他。谁会撕他呢？我刚才跟你在一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跟江江跑到一块儿了？从始至终我在跟你追蔡徐坤。不是，那怎么 Lucas 又变成怀疑对象了？那不是拍过古装吗？那可能是小黑。What？ 要不是你，要不是我，那就是 Lucas 和坤儿，没人了。我全天最相信的一个人，居然是小黑。没想到，我是第二个吧？这些报纸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怎么找啊？这也太难找了吧！好难啊！我知道了，你是坏人，别让我撕了吧。不是，我不是。
这也太突然了吧。没想到我是第二个吧，我是第二个，不是倒数第一。就先这样吧，第一次。好难啊，不忍心，他太乖了，你知道吗？他刚刚看我的眼神，大家对不起，我也觉得我自己对不起他。他那个表情看着我，我就感觉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知道吗？天哪，沙哥，我来了。你是让卢卡斯喷的吧？啊，我猜到了。我开始我有怀疑他。其实我觉得他们喷你没啥必要。我也觉得。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也撕不了他们。咱俩今天咋那么惨呢？有点惨。谁是通讯员？谁是通讯员？谁就说吧。子毅，你是通讯员吗？你不是通讯员。你们三个中有通讯员吗？你们仨都不是通讯员。不是，你们去找吧。那谁是通讯员？不知道啊。哎呀，先找东西，先找东西。这我们也找过了，这我们找过了。还有哪有？还有哪里有线索？还有信息吗？还会有信息吗？黎明，黎明，黎明，黎明。等一下，青青青的一班，不是，他有个储物柜。去找紫薇，青青一班再来。这个很重要。都知道紫薇的学校，对不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刚才是柜子那一排。对对对，七年级一班啊。吓我一跳！找到什么了？我觉得你别跟我们在一块儿。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验证过。虽然我们相信你，但是我觉得安全起见。确实，也很难相信，因为我没有被验证过。对，因为你没有验证过。Baby， 我找到了，我拉着你们来验证。好的，行，好好好。你们给我打个掩护吧。子夜的信息其实就是灵感信息，子夜的信息就是灵感信息，子夜的信息，子夜跟子的信息是反着的。子夜的线索：生肖属相跑得很快。那也就说是黎明是属相跑得最快。啊，属马的。猪，我属蛇。我属马，我属虎。老虎，我属兔，我属鼠的。他拍过古装剧，黎明拍过古装，他就跟没演过戏，王学习没演过戏，雨琦没拍过古装剧。我是学生，刚才张毅是好人，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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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跟凯有一个是。哇，子夜的信息现在，子夜的信息，那就原来黎明的信息呗。他在跑男里面唱过歌，所以子夜在跑男团里面。子夜是跑男团的。他们几个人呢？是不是在那边的教学楼啊？哎，这 ，Hello， 来来来。我刚才拿到一个线索，是所有子夜的信息和黎明的信息是反的。什么？信息是反的。哇，真的假的？嘿，你
你找到什么了？没有。各位同学请注意，距离撤离时间还剩8分钟。距离撤离时间还剩8分钟。我撕你一下吧，我撕你一下。别乱撕！我撕你一下。不是，我先撕他。你先什么？你不用撕我，我是平民。我知道，我先撕一下，你就你因为你没被验证过，我们没有时间了。哎呀，我真的不是。子怡，听我的。那你自己。子怡，听我的。学生孟子怡他撕我干嘛呀？我是学生。学生。那你自己也要被 out？ 我不会 out， 我不 out， 我是黎明。喂，你好，请问是黎明吗？是，我是黎明。请问收到撤离路线图了吗？我没有收到撤离路线图，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据可靠情报，代号为子夜和小黑的两个人要阻止撤离行动，而子夜已经截获了路线图。看来，我们必须得找到子夜，取回路线图，才能保证大家可以安全撤离。没错，你也要保护好自己，他们很可能会对你下手。我会尽最大努力。现在相信我是谁了吧？我是黎明。我是黎明。我怎么什么都找不到？真是绝了，绝了！郑凯，哎，看见了吗？子夜的一本书，信息是：张三化学老师，李四是谁？子夜，子夜是通讯员。难怪没有通讯员，他原来是想要给我们传递错误的信息，因为子夜就是通讯员，所以通讯员应该给我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是的，子夜的职务就是通讯员。通讯员，查我。所以子夜和通讯员是一个人。明白了吗 ？What？ 等一下，子夜是通讯员。对。演了一天的好人，好累。这样应该就没人能找到我了。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了，我既是子夜，也是通讯员。哎呦，这是那本书吗？我要把路线图留下来。虽然不知道小黑是谁，但通过书签今天和小黑联络上了。我们约定了接头暗号，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今天研制了新的药水，为了安全起见，让小黑先代为保管。等到水上头之后，就可以用药水淘汰其他人。我觉得第一步我要尽最快的速度找到小黑，至少这样有一个人能帮我。小黑在哪里啊？你干嘛呢？看风景啊？找线索呢？看你这看星星呢？哎，你知不知道就有一个时候天很黑的时候？不是，刚刚那个猫和老鼠是不是到底？那个也是线索，对不对？天亮之前有个时候是很暗的。太搞笑了吧？天亮之前，你看这天马上就快亮了。啊，天亮之前我是黎明啊。没意思，这你们都太不真诚。你怎么怀疑我？走了。我想来一句话，天亮之前有个时候是很暗的，那就是黎明。你没听过吗？好像。我基本上全部问完了，只有卢卡斯。喂，帅哥来了，你过来一下。哎，你们走你们的，我就继续介绍我的杭州。哎，你看到那个天了吗？我看到、哦。干嘛呢？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啊，特别暗。星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坤儿今天还特地设计了一个子夜的发型、啊，你看，我这是熬夜的发型。那子夜和小黑这不就明摆着吗？一对兄弟。
我们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走，给我。太没人了，你这样怎么分呢？不知道，怎么用？喷在他的背后，5分钟，那就完了。先喷一个试试看。好难啊！那个解释吗？混淆视听，他根本不是。那难道已经线索是被混淆视听了吗？我把子夜跟黎明的信息对调了，他的生肖跑得很快，拍过古装，三个老 MC 都有结果。老沙，我有看过这个啦，唱过歌吗？啊，你看过啊？啊，这都唱过呀。那上一季云南那个是云南吗？那啥呀？那都唱啊。这也分析不准。你相信我吗？啊？你相信我吗？我。你现在信息全跟那个什么，都跟我对上了。对啊，我怎么相信你？我是跳到黄河里啊，那当然洗不清了呀。黄泥抹在裤裆上，我的。那可不抹上了吗？抹上了绝对洗不清。老沙，对不住了。学生沙溢二，赶紧出去演一下。谁 out 了？老沙 out 了。把你的东西交出来。我没有东西。你藏了什么东西呢？你的裤兜，反过来裤兜。我真没拍他。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最恨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我恨我自己。我觉得现在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去找卢卡斯。卢卡斯库尔，一个子夜，一个小黑。那随便见谁撕谁吧。好，见谁撕谁。他俩现在一共在一起。你赶紧去帮晨儿吧，他一个人5分钟，我怕他撕不掉。他黎明，他黎明不能被撕掉。找找他们在哪儿呢？快点，要不然没得玩了。现在大家都说要撕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们肯定要分开走。Baby， 陈哥，黎明一定在这几个人手里，你必须得喷。陈哥，你有机会，他们现在相信你，我没机会了。先喷陈哥，先喷陈哥。太难了，太难了。别怕。没事，可以的。那你先躲好了。你去喷吧，加油啊！可以的。我现在没有攻击的能力。那这样，你们俩先去撕他，好不好？来了来了来了，别怕，可以。哎，不行不行，那边太多了，不行啊，我不可以啊，我现在很难呢。喷完李晨就跑，喷完，真的？我看我喷不了他，我真的喷不了他，他喷完就跑啊？不行不行。要么 ，OK， 好，我知道了。只有这一个办法，因为你要知道啊，卢卡，你不是真正的。我知道我死了，但是我们也是赢嘛。我先去吧，走啊，我走啊。好。他们已经全部站在一起，所以呢，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先进去，然后全喷。如果有机会的话，卢卡斯如果能把陈哥喷掉就好了。我已经跟他交代过，是看他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小黑啊，赶紧行动吧！这人都去哪儿了？
一个一个的。他们现在肯定在躲着呀、啊。那个底下有卢克拉斯卢卡斯。哎，咱们三，哎，四，从这边下，这边下劫。一定要死一个，不要太激动。卢克斯，我们有重要信息。什么？我们有重要信息。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他们说现在要撕。我们有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拿到的所有，没事。小黑，你看，那我们准了。小黑，我信息二。小黑，我信息二。天亮之前，有一刻是很暗的，那个时候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星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没了，结束。漂亮，这个配合天衣无缝，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一点怨气都没有。黄又黑真的是小黑，你们真的是不是一早上就说他是小黑？小黑别说话，小黑是你吗？不是，这样子搞死我了，真的没有我这。哎，如果那么明显，那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你现在就是没什么话要说。你就紧张的要开始吃香蕉，十个香蕉压压惊，是不是？吃香蕉。其实我是见你，没有，我不是小黑，我告诉你。小黑别说话，小黑别说话。Little Black， 但我觉得我找到小黑了。Yeah. 你肯定是学生。小黑是谁？我不是，我不会告诉，不是。没了，结束。反正也是好事了，是吧？快要亮的时候，有一刻是坤儿啊！我得去拼一把，要不然也是输。有人过来吗？这是？我们俩是撕，因为他撕不了名牌，他只能撕，你知道吗？对。看到李谦了。是他吗？两个女生。出来吧。快在二层，快在二层那边。命掌握在我们手里 ，Come on。朋友，他拿了喷壶，来嘛。他要喷到背后才算啊。是的。撕上了！小心啊，小心，小心！他那个蓝喷雾，别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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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上吧。来啊！不要！你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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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喷你了，他喷你了。哎！来啊，来啊，来！往我脸上喷，往我脸上喷，往我脸上！小心。别急，别急，我不痛。不行，得换个路追他。小心，小心！哎呀，你逃不掉的啦！来吧，陈哥，我知道你想撕我，我可以让你撕我。你这感觉杀虫剂似的，我们又不是虫子。啊？
漂亮。我操，你看他就是两个身份嘛。还有两个身份。你怎么从这儿出来？我一直在绕圈圈。恭喜我们黎明带领的所有同学们在今天的任务当中获胜。大家可以从子夜身上拿回原本应该属于你们的撤离地图，搬往新校区更好的学习。你在干什么？太气人，太气人了，跺脚。虽然子夜和小黑今天扮演的是反派角色，但你们的表现也很棒，非常好。哎，我觉得下一次不要给我这样子，小黑太明显，你知道吗？真的没有想到，从早上第一趴就是来小黑主持人，哇，全部看着我了，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干啊，看我。不是，没有想到真的是他，主要是你戴了一个黑帽子，最后就非常像小黑了。好，那最后我们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品，是来自我们杭州非常有名的西岭映射的四大国石之一的青田石做成的印章，好珍贵啊！谢谢。今晚把头伸出箱子的人就会得到节目组提供的特殊福利。我们被耍了，没有人。派什么？可以呀，你们把我们抛弃啊，动手吧。最后一期谁比较好了？今天的主题是对决制作组，对抗你们还不容易吗？不玩，不录，拜拜。这个绝对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谁敢这样？给我家出来吧！这太得罪人了，这你真的这样想的？这太这样了！搜索奔跑吧，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生活的力量，点亮。